先放轻松哈，我先说明一下哈，我昨天表演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啊，发生了一点意外哈，就是说当刀子砍下去的时候，这个头啊滚到第一排的这个朋友那边去啊，这第一排的朋友还把它当作是赤足赛画，一脚把它踹下去，好狠啊！所以呢，我很贴心的帮他准备一个盒子来，其实啊，现在的这个脸啊，比身体还重要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一下。好了，到时候你拿去养护期，我顺便拍一拍。我的妈呀！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来开始了哈。人气呱呱，人气呱呱，你到底要不要拍呢？来，预备。按摩后，好，头举起来，呱呱，哦，这是来，呱呱来站好，站好了，太酷了，酷了，有想回家的感觉吗？很想，以后要不要当好孩子？要，好啦，来第一位好不好？把你好好的抬回去，让帮你伺候一下。哇，老师好厉害，吓到了，吓到了，老师你都酝酿了气氛，连我都以为真的，吓死我了。这本来是真的，但没想到居然没事。对啊，这个就很纳闷了。对，我回去要请教我的老师到底怎么回事。哎呦，对啊，那好啦，现在来给我们讲那个刚刚表演这个大拖的很难的，那给我们示范几个这个怎么讲，就是轻松小品。对，让我们弟弟们也可以跟着一起学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这个叫做是。其实啊，我们如果教比较特殊的哈，可能大家需要一些器材。那我们取材比较方便的就是这个扑克牌。平常呢，一些这个帅哥朋友啊，都在这个泡沫红茶里面雕牌啊，对不对？帅哥朋友，帅哥朋友是这样吗？是这样没错。好，拿出这个扑克牌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将这个牌啊。先把它彻底的洗过哈。哦，好新的一副牌。全新的哈，这个刚从便利商店买回来哈，热腾腾的哦。好，首先呢，先开牌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副牌啊，刚刚说过是全新的哈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这样子哈，来范范你选一张。好。好，选好之后把它记住，现在我不要看哈。好，看好了没有？好，记好之后啊，请你在数字那个面啊，签上你的大名。我们要证明呢，全世界只有一张，是你选的那一张哈。那把你的名字写上，写好吗？写好的。好，写好之后啊，顺便把你的电话留下。没有啊，不需要，不需要了哈。不好意思啦，给你电话真是的。对，等一下，接下来等一下黑人打我。不会了，好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好了，现在把笔放回来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放回来之后啊，我们要强调全世界只有这一张，因为被你做了记号哈，绝对不会有第二张哈。好，请你把它放回来任一个地方。好，请观众呢记住哦，好，是什么花色上面有签名的哦。好，好的。现在啊，我们把它放在中间之后，好，来。哪一位美女可以？大牙，大牙洗一下。好，来。好，你要确定要彻底的都洗过了，不知道排在什么位置哈。开什么玩笑？我以前可是原来那个茶街小美女。哎，茶街小美女嘞，看看咱们牙姐的洗牌的技巧，就晓得没个三五年是练不出来的。独身弟子级看你喽。好，谢谢。应该拿不出来了。好，现在经你的洗牌之后，你知道你的牌在第几张？不晓得。不晓得哈。好。那么既然你不晓得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不过是这样的哈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要用特殊的方法来找出你的牌哦。等一下我们让这个牌落下哈，请你喊停，如果停在这个地方，这一张可能就是你的牌。真的吗？对哈。好，我们准备了哈，来预备。谁喊？是你的牌。我喊。来，范范来喊哈。来预备，
来开始。停。哎，掉光了，再一次哈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停。哎，可能再快一点点哈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停。哎。哎呀，这个默契大概培养的不够啊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开始不抓。再一次哈，等落下哈，因为我在等你的时间哈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拍。啊。拍呀、啊，好了，拍算了。好，那么这一张可能是你的牌，你相不相信？嗯，不信。不信。嗯。好，那请你拿住。好，打开来给观众看一下。不是，哈哈哈哈。啊！失败，失败。什么东西？黑桃二不是我的牌，不是你的，而且没有我的签名。对哈，对不起，我搞错了哈。应该是这样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这一开始啊，在我这个。口袋里面啊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不搞这个的。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，来，切割一下，切割一下。我口袋有一张牌嘛。小凡，你帮我检查。来，注意哦，来，各位观众，黑桃。是不是你的牌？是。是不是你的签名？是。那就对啦。就说他跑到我的口袋里面去了哈，是口袋的老师。哎、我刚好因为不好意思，我这个哈变错位置了哈。对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对，很厉害。我们把这一张啊再放进去。还有。对对对，把你的牌再放在中间哈。好好好。对，好，放进去之后啊，现在就是说再把它切一下哈。好，再洗过一次哦，这样。好，洗乱之后啊，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第一张不是你的牌哈。嗯。底下不是你的牌哦。嗯。好，轻轻一弹，啊，这个牌又跑到别的位置了。跑去哪里了？害怕啊！不要在这儿了，不要。应该，你希望跑到什么位置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好害羞哦。其实这样子啊，我跑到你们身上会让你们觉得恐怖哈、哦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还是到我身上好了哈、哦，在我身上呢有一个。这个透明的胶片，然后里面有一张牌哈，都用橡皮筋捆住，我们要先确定一下，就是这个橡皮筋都牢牢的捆住的哦，嗯，来，请三位美女检查一下，真的，对，是重重的那个枷锁，重重关卡，然后把它绑得牢牢的哈，嗯，但是我们要肯定的是，这一张到底是什么牌，所以打开来哈。不可能是我那张啊，因为你刚刚洗牌对啊，而且还放进去，而且哪有时间？接着呢还要拿出第二层，还有一层，还有一层，怎么可能？我打开吗？当然你要打开来看看，嘿。好，层层封锁之后呢，里面有一张牌。到底这张牌是不是范范有签名的那一张呢？待会告诉你哦。都是啊，谁让他的信？哦，还有一层，还有一层，怎么可能？我打开吗？当然你要打开来看看，嘿。好，层层封锁之后呢，里面有一张牌，把它倒出来。缝隙很小。各位观众，又是你的牌啊！而且你要肯定是你的签名吗？是我本人签的，那就见鬼了，怎么可能？我自己都觉得不可能。见鬼！对啊。我是说这个鬼好贱，对，好强哦，对对对，完全看不到痕迹，也没有破绽，我自己都看不出来，你们怎么看得出来？真的耶，对对对，好厉害厉害，是吗？教我们弟弟表演、那当然一定要的、啊。既然来到这个棒棒糖啊，没有露两手是不行的哈、啊。对，来，各位注意了哈、啊，我们要把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魔术公开哈、啊，露两手，一只手，两只手，谢谢观赏，谢谢。这个好像会被贬。方老师一样幽默哎吼。我糟糕，我被他感染了。对呀。对。有自己的风格了。对，拿出我们的家伙哈。对。也是铜板。这个铜板哈，因为平常随手可得，比较容易啦哈，取材容易哈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铜板呢，轻轻一抛，让它消失掉。再把它变出来。好，或者你把它消失掉之后呢，也可以从范范的头上变出来。好厉害！
害、哦、或者是你把它交到你的左手里面吹一口气之后不见了，从腋下拿出来、哎、好，那么在这边要大公开哦，大公开，要不要找一个男生下来？哎，行啊，来来来， Terry， Terry 来来来，你身上有铜板吗？有没有？没有肌肉，最好的铜板啊！如果大家有铜板，可以跟着一起练习哈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秘密教大家哦。嗯。或许大家都会认为它藏在后面，不然啊、哦，这个硬币的夹法啊、哦，是放在你的大拇指这个位置。虎口这个位置。对，虎口的位置哦。好，夹的方式哦是这样子，变成水平的状态啊、哦。那么你要注意到观众的角度。哎、欸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在夹的时候、这个，这个角度基本上是看不到，但是这样子的话就会偏离了啊、欸，这样的角度会穿帮啊、嗯，所以拿的时候请记住哦，这是你的角度要抓好哦、嗯。好，那么你要做得很自然，好像感觉没东西啊、哦，这样子。要很熟练、欸。对，但是你这拇指不要弯曲，因为感觉就是你在施力哈、哦，千万不要用力哦。要砍进去一点。好，夹好之后这样子哈、哦，轻轻的哈、哦，很轻松的用你的食指跟中指，嗯哼，哎，把它弯曲之后呢，夹住钱币，然后带出来。哎，对了哈、哦，好，你要做到滚瓜烂熟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哈、哦，哎，抛上去不见了，有没有？哎，再把它变出来哦，好，又不见了，哎，再把它变回来。好熟练哦，所以呢，对 ，Terry 手指头还蛮漂亮的，来示范一下，试看看。哎。有两下子，对，不错，不错 ，OK 了，对，真的不错，还掌握到那个timing哈、嗯。接下来就是你要做得很自然啊、哦，感觉好像是哎没有东西哦，哎翻翻这边，哎可以变出钱币来。就、说你在挥动的过程当中，你就要顺势的把它带出来，夹出来。哎，你不能等到说哎手过来没有东西又凭空变出来，这个timing就错了哈、哦嗯。对，也就是说你也不能事先变出来然后再移过来。啊、嗯，也就是说它必须在范范的后面。他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好，变出来之后，哎，好像是从这里拿出来的错觉。哦，哎，对，这个是这个表演的技巧。来，小蛮剑，小蛮剑。对对对，哎，来试试看哈。出来一点，不要。这个在练习的过程会掉啊、哦，是很正常的哈、哦。嗯。哎，如果不会掉，我们当时也白练哈、哦。好，这是基本的哈、哦，对。好，来试一下，杰瑞。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。哎。才算是孺子可教也了哈，好，谢谢 Terry， 谢谢。在这一次的魔术手法教学里，不止看到专业的精彩魔术，男孩们也学到许多在魔术表演时应注意到的技巧，表演时应该有的风表情，还有夸张的能力哟。希望以后男孩们可以学以致用，常常看到你们的创意